跟包费钱，明天一定付，明天。
多少钱？很便宜。 你们小姐在家，请你告诉她，是我来了。她说，谁来了都不在家。哦。小姐，您先来了。 李先生坐一会儿吧。
几点钟啊？哦，我没有表，两点钟，已经两点钟了。哦，真的。哦，这个表很不错。呵呵呵呵，待会。 去好不好？太迟了吧。不，来得及的，我去洗脸去了，你等我啊。 哎，我去买票好不好？你好，我很快的到来。你慢着来好了。 对不起，张小姐在家了，不在家。你是？我是他哥哥。哦，嘿嘿，我是王景堂先生的秘书，我是来找王先生的。哪一个王先生？是他吗？ 凉快，两块，四分，两块，四分，两块，好吧，就两块。 快点好不好？我还要人生气呢。谢什么？对不起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那看看你自己的表吧。谢谢。 巧极了，巧极了，你也在这儿。
Thank you.